现在就是以中继的角色去做准备，起码有收入就好了。以现在对我来说的话，对吧？因为已经半年没有收入了，所以先有收入之后再说。说真的，已经离一军赛比赛的气氛已经离开了蛮久了。说真的，在二军，说真的。跟一军的张力完全不一样，所以昨天出来看一下气氛，说真的很棒，对吧？很想要站在那个投手球上丢球，很兴奋啊！终于可以到投手球丢球，对吧？现在哦就很淡定，就很平常，就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件事情，对吧？要不要我们聊一下刚刚玉成是不是好像在摄影室有稍微跟你小聊一下？他应该是给我压力吧，因为看得出来他压力很大。然后刚刚在休息室也，什么？今天换你了？我说换我什么？换讲话了。哦，你不要给我压力好不好？类似之类的话，可能要站上去才知道是怎样的心情。可是当时在日职初登板，说真的，是头脑一片空白，很紧张。可是今天的话，今天我不知道，还不知道会不会出场，所以就做好准备，希望不要脑袋空白掉。我在日职学到的东西，希望能在中华职棒，不管是棒球还是生物作息什么的，希望能传到台湾，是我个人的，也算是一种传承。